恩典三六五，全新的一天，全新的恩典。我们真的要进入到一个新的恩典，因为进入到新的一卷书《路德记》。在整本圣经当中，《路德记》是很特别的一卷书，不只是因为它是以一位姊妹为中心，用姊妹的名称来命名，只是更特别的是，它是在一个大环境非常不好的时代，世事秉政的时代。士师记让我们看到整个世事的时代充满混乱，充满黑暗，充满失败，充满眼泪，充满后悔，充满扭曲的人生。当神的百姓活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，却有一位姊妹，一个女人，一个家庭，在所有的黑暗当中却活出很荣耀的生活来。那个好像整个大时代一片黑暗，可是却有人靠着主点一盏灯，有一个光明，有一个盼望。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说，哎呀，大环境怎么样了，社会怎么样了，国家怎么样了，这个时代怎么样。是的，我们没有办法影响。对于一个基督徒，可能你说我很渺小，我没有办法影响整个时代，我没有办法影响整个国家，我没有办法改变历史。是的，那些我们都做不到，但是我们却可以一起在黑暗当中留一盏灯，点一盏灯，点一根蜡烛，成为光，成为盐，在黑暗当中让人在弯曲背谬的时代看到明光照耀。路德记到底发生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？第一章第一节说，士师秉政的时候。士师秉政，前一卷书就是士师记，士师记的最后一句话为士师秉政的时代好像拍案，就是这样，这个时代就是这样。那是一个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为，个人任意而为，因为没有王。但是士师的时代没有王吗？到了撒母耳记的时候，上帝自己说，不是的，不是没有王，因为上帝是他百姓的王，他是那一位万王之王，只是以色列人不要神做他们的王。我觉得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关卡，就是在我们的人生的每一个范畴里面，主到底是不是我的王呢？还是我们好像士师时代的，你觉得我们没有王，因为没有王，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来，自己做自己的。以色列人他们高在那里喊说，我们的问题是没有王，但是神说，不是，你们真实的问题不是没有王，因为以色列那时候他们说，我们要跟别的国家一样，外邦人他们都有王治理，就是我们没有，所以我们老是被欺负。哦，我们一直被欺负，我们一直失败，我们一直软弱，我们一直有困难，我一直没有战胜，是因为我没有王。神说，那根本就不是问题，你们怎么会没有王呢？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他是那个带领以色列人打胜仗的，他是把以色列人从软弱里面救拔出来的，他就是王。但是关键在以色列人到底有没有把他当作王。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也都在自己的软弱里面，我们会给自己找很多理由。哦，我最近很多的失败，很多的软弱，是因为，哎呀，是因为这个大环境不好，是因为我们公司不好，是因为我老板不好，是因为我丈夫不好，是因为我老师，我们可以找很多的理由。但是在士师秉政的时代，神提醒百姓，真正的问题都不在我们认定的这些难处，真正的问题是我的心中，上帝是不是王呢？我求主今天也把这句话放在我们的心中，不要为自己的失败找很多的理由，面对这个关键性的一点，上帝在我的生命里是不是王呢？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真相信你做王，再大的风浪都会过去，不让你做王，在平顺的日子里面照样会面对失败和软弱。求你今天问我，也问每一位好朋友，在我的生命当中，上帝究竟是不是王呢？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主问我，上帝在我生命中是不是王呢？
只想一生。